但旗舰户的豆花叫伫今年是持续办理台南主角的创意营造计划，伊就地方社区营造为主题，来透过青年啊个大专院校的师生，也是讲即个专业领域人才的帮助，为地方啦社区环境来进行改造。这次我台中科技大学是来设计系的学生哦，就特别伫台南市北区的台林工坑哦，透过木作的创作，复兴地空间有全新的面貌，改善社区的环境。为了地方社区营造新环境，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伫今年度持续办理台南主角创意营造计划，其中预算的台中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学生校早在团队利用台南市北区大林公园，营造出数里行间的创作，凝聚社区居民的力量。我们这次主要是应用铁件，然后还有木头去做我们整个设计的材料制作，然后我们有做了像是可以让黎明休憩的座椅空间，然后砌出砖造的座椅，然后以及用木平台做一些联系的墙壁的桌面平台，然后可以让人在这边喝咖啡，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个那个舞台平台的空间，然后让可以有这里的居民或是你们可以请一些街头艺人，或是自己有想要表演的意愿的话，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然后我们还有做一些绿化美观的地方，将这个整个环境空间，提升到更美的层次。这次台中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学生校家在团队利用一礼拜的时间，规划基地的动摇，配合基地现况修改设计的方案，开始放羊甲叫了。每礼拜甲老师讨论进度，社区居民也会来关心设计施工的状况。平常时经过的居民也会开始期待所完成的环境。因为这边它有一些元素是旧有的，然后它是比较老旧的，对，所以我们也是经过多次修改，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造型以外，然后还可以补强旧有的结构。希望就是居民可以选择我们做这条路，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作品。那以后未来社区这边也会做那个六日的市集，那我们希望这些作品也可以跟市集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还有请，就是希望黎明他们可以多多来使用我们的作品，对，让我们的作品真的发挥实际的作用，这样子。然后也希望他们会喜欢这样。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表示，将会在九月三号来验收设计施工的成果，希望为地方社区环境改造来解决社区环境的问题。记者陈嘉欣北区采访报道。